哎呦，这牛肚目睭看袂出来，我刚才讲一摆熟的啊，啊，足好食，这算无俗的物件。我讲吼，回去的话退冰就可以吃了。我家己食足侪包粿，我拢切一撮蒜头，切一点蒜头，搁倒一撮黑胡椒粒，啊，搁倒搁迄个香油，香油搁甲拌拌的，再稍微搅拌一下。哦，来下下话声，三百有人来无？你要倒三百块有无？三包哦，这都安尼尔，这个西底以后无卖啦。你若无爱食遮济，我搁问一届，200块有无？两包，食看嘛，足好食哦，这牛肚毋是咧讲笑的，牛肚卤好呀，足好食，200块有无？大哥要来呀，来。你相信我，你甲买这物件食看嘛，再看下个钱包。后边几分？好，你出名了。这边你换，后边个几分？足好食哦，我甲你讲，切一撮蒜头啦，再倒一撮香油，食看嘛咧，包肥包红的。搁200块有无？搁200块有无？最后一个，搁香鱼哦。对，鱼哥卖完了。来，我甲你讲吼，安尼啦。